热情大放送 UNI Girls 新制服亮相，为中职开幕战开场。看到啦啦队劲歌热舞，还有吉祥物一同摇摆，也代表棒球季终于来了。从去年开始，职棒联盟就配合指挥中心所有的防疫计划来做实施。那今年啊，我们职棒联盟的蔡会长在上个月也跟指挥中心密切的联系。那就今年的这个开幕的部分，开幕战之后呢，所有的场次如何做防疫？防疫大成功，中华职棒如期开打。台南市长在主场开球，而总统蔡英文带领政府官员到场观赛，表达最大支持，全程戴口罩。这也是2010年之后首度总统莅临开幕战，而对战组合是最经典的狮象大战，球迷早就迫不及待。大家都会遵守这个防疫的政策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防疫做得蛮落实。进场前他这边会有提供酒精，可以让大家消毒。对，我觉得这是对防疫还算蛮不错的。量一下耳朵，量一下耳朵。手部消毒还要量体温，防疫不马虎，全程采十连制，全区对号入座，也不能随便改座位。狮象开幕战预估可坐满7800人，兼顾赛事和防疫成为最大亮点。三立新闻 SNG 小组台南报道。